内地12月7号公布防疫新十条措施，社会冲击，香港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。香港中通社8号获得消息，香港将公布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，包括确诊者及密接者隔离期减至5天等。早前有报道指，特区政府将于8号下午宣布放宽部分防疫措施，包括缩短确诊者及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检疫时间，由7天减至5天。入境人士每日快测要求亦从7天减至5天，但社交距离措施及口罩令则维持不变。9号起，18岁及以上人士可以预约接种复必泰2价疫苗，作为第三剂或康复人士的第二剂疫苗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！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